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 一 A 二 A 三哈到 A 零四这个成等差，那 B 一 B 二 B 三到 B 一零四成等比，然后呢这个级数的和哈是二零五了，这个级数的和是五零二，而且的话哈，它这个前后相乘 A 一乘以这个前后相乘以后，问这个多少哦，啊、还有一个条件呢、啊。到 A 一乘以 B 一加 A 二乘以 B 二，乘一乘把它加起来是两万，那么它问这个级数是多少？好，那、啊、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成等差嘛，所以它的平均数哦，平均数哈、哦，就是等于多少？等于是前后两项相加除以二，哦，就二分之多少呢？哈 ，A 一加上 A 一零四，哦，点点点。好、哦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好、哦，啊这个也是等于2的 A 2加上 A 103，哦就前后这样相加的话，等于是中间那个数，哦、啊如果是中间那个数有两个的话，等于是那两个数的平均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点点点的好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2015哈、哦，啊除以多少？除以104。等于这个，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我们定哈这个叫做 x 好了，定这 x 的话哈，那我把这两个相加看看，这两个相加的话哈，我就故意把哈这个哈，这是104啊，这写错了，最后一项是104，我就把这个哈加上这个，104B 不要，我现在哈这个加这个有共同项的 B 有共同项的哈，我把它给加下，就这一项哈加这一项，啊下面那一项加一直加，啊加到这一项呢就加前面那一项，啊这一项的话加这一项，就是说我把这个哈加这个，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是 B 一啊。这一项加这一项 ，B 抽出来是 A 一加上 A 一零四，啊，这多少？前面那一项就 A 一零三 B 二 ，A 一零三 B 二加上 A 二 B 二，把 B 二抽出来，就是 A 二加上 A 一零三啊。那这一项事实上就是这一项，哦，那这个可以约掉，这个就是52嘛。哦，这一项的话呢是52/2015，啊这个也是，哦那一直加，加到多少呢？加到这一项加这一项多少呢？是 B 哈、哦， 104，啊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 A 一加上 A 104，啊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 x 加上两万 ，x 哈、哦、加上两万。啊，不过这个我可以把它算出来，因为它每一项的话都一样，每一项的话都是52/2015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52/2015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是 B 一加 B 二，哦一直加，加到 B 一零四，啊这个已知，这个是520啊。所以我把这个呢拿掉，这是520，好、哦、乘以这520，啊，所以这个约掉，这是10，所以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是20150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对 x 等于多少呢？20150扣掉两万，234，就等于150。所以答案是150。